不了大学，就搭到农村的话，确实世世代代啊，都很难有好日子过。所以到这种情况下，每个家长都非常重视，你知道的。家长重视，就要求我们老师也重视。老师有些时候也是为家长服务的，是吧？虽然我们这个东西也是为国家、为民族，是吧？但是人一旦到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你很难与众不同啊，是吧？所以这个片子啊，可能我想局内人的话啊，他可能很理解我们这些人，他可能对我们这一些做法可能不会有什么过分的评价。但是可能对那些专家学者来说，他可能会从这个片子里面看到许多许多在他们看来不应该的东西，这我感觉肯定会有的。但我想如果都是搞教育的人啊，就是教育界这个体内的人啊，我想这个他们很我们的很多做法他们都会理解的，包括广大的观众啊，不是观众，家长，包括广大的家长。名牌重点的现在就不好说，现在我也不清楚北大现在录取线多少啊。但是像我们学校是有两个人报了北大，一个是628分的人，到报了北大，还有622的人报了北大。我估计628的应该可以上北大吧？那复旦的那个628，复旦的绝对没问题的。那我班上的话啊，文科啊，有3个上了北大线，但是没有人。没有，他不敢报。本来这3个人都是可以被北大录取的，但是不敢报，他没报。哎，对对对对。好，林佳燕，1233。来，下一位。周淑美。你严老的是号码的？13号。13号啊。7月8号 ，Tuesday。Learning and Five， 今天我注册，我步入高三了。1号，林佳燕，我向新班主任自报姓名。班主任还对我慈祥的笑了笑了，希望他是个好老师。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如今我们渐渐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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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想他。听好，听口令了啊！后面的听口令了，小卡机。我们班怎么这么多人？两个排上了。向前看，第一列，报数，大声点，4、5、6、7、8、9、10、11、12，站，1、1、2、3、4、1、2、3、4，多吃点苦啊，敢一次点苦有好处，真的有好处，对你一辈子有好处。比如像现在像我的话，你遇到什么困难的话，我不会像有些人那么脆弱，因为我前面的什么东西我都尝过，说实在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就是比较有一个最起码一个心理准备吧，对吧？那你们可能遇到一点什么打击啊或什么挫折啊，可能会一蹶不振，那什么，那我们比较不会，我们比较看得开，所以我觉得你像什么东西都尝过一下，多吃点苦，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尤其是男人啊，你们走上社会以后是要承担起这个很多东西的。我们是男生，现在是男，不开始锻炼。目标有了，信心也有了，下期就是你怎么做的问题了。王牧云把人生，这个一个人的人生描绘于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我刚才讲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个是一个励志的过程，磨砺自己的志向的过程，啊，也就是我们这边的第一、第二的过程。接下来，那就是要一大见宽，众不悔。为营销的人潮去，你既然目标也有了，信心也有了，该是你付出行动的时候来了，付出行动来了啊！所以啊，这个我跟你们说啊，高三一年一定要大家要有吃苦的准备，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高三一年，从我现在是三十，我现在已经三十八岁了，在我三十八年的生涯里面，我觉得我体会最深的。最苦的就是高三那年，我估计到我死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人生里面最苦的就是高三那年。每一届高三啊，这个动员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讲，我说你给我拿出半条命来，拿出半条命来，我不要你一条命，因为我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同学是因为这个读书读得非常勤奋、很刻苦，然后哟不行了，就到他教室里面，啊，你们。不是什么天之骄子，你们也不例外，你们也必须经过这样的阶段，对吧？所以我希望啊，我的学生能够这个要吃苦的时候要敢于吃苦，要对你们严格要求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什么成见，
我是为大家好。啊，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就爱你，没商量。我可能是欣赏高山的吧？啊，是老高山的。对啊，老高山的。啊，这个是老高山的有三四个，是吧？一进来就是老高山说的。眼睛大姐，来，咱们文明中真的不容易啊，这么多年可以说在我们李校长的带领下，大家同心协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个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呢，我要代表县政府啊敬一下大家，希望大家呢再接再厉再创新高啊，为我们武平的教育事业再上一个台阶呢做出贡献啊，感谢你们，谢谢领导。好，谢谢领导。好，不负县长的期望，一年再创辉煌。谢谢。太远，我地更高，自卑。以后现在已经高三了，没机会。接下去已经写戏的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这个时候，有大家聚一聚，喝酒，喝掉，我的已经来，喝掉，你喝掉，不要先喝掉，喝掉，我干了两瓶多了，喝掉，我的。今天为什么剃光头？喝醉了。高三了。现在那是哪关？要改头换面，什么画面？没问题。哦，要改头换面。改头换面吧。重新做的嘛，改过自新。是叶超，这边又不是说上九家有几个几个的，是不是呢？那学生优惠一下。不是真的不敢的，因为这些菜你也知道，两份才五六块钱，那最贵的才十块钱一份。那零点都拿回来。那不可能。这边190是吧？嗯。上面灯呢？200。怎么面朝外语？好了。十号了，灯呢？十号哟。200。不敢的呗，还要那个40块钱呗。哪里有这样子结账的呀？是啊，那还有39嘛？真的不敢了，哪里有这样子结账的？我们自己上哪里有赚那么多钱？那大地人那总不能一点都不少吗？那就少9块钱给你们。少9块钱没得少。哪里少9块钱才少9块钱少个屁！走，我们先走。浩哥，坐。快点！我才不相信你。哦，可以了，还走掉？全部都走掉，还吃个屁啊！这放的菜。在这里。差不多了。他上到这里呀、啊？大家的，你们脸要长得好，大回头率是很高了。大表呢？哎呀，不管他，这不干了。大场面，吃点老餐。什么？哎，我们喝。对，他还炒了一个面，不是？我们他还那个涮面。你知道这是干什么？那个朱胜明今天晚上又没在宿舍里面住。啊？对啊。那刚才起床的时候怎么没看到？他还没起。他现在还没起床啊？他刚才。到时候我没看到他啊。聪明人都是懂得尽量减少的，没有必要引起这个自找麻烦的啊。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做易如反掌的事情。来了来了，你还有阿杜阿杜，张东杰，还好意思笑，笑完放掉，这真的，那个细节的东西啊，要能够注意的尽量注意，是吧？贤淑型啊，然后美丽型啊，然后什么怎么样，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出来，然后第几名这样子一直写的。哦，写了很多，写了很多啊。哪里是啊？然后他就是贤淑型的这个人。我哪里是啊？我不是啊，听到话两个人现在就不是了啊、哦。是嘞，不是呀、啊。是因为他都没看我们家。女生是没有谈男生，女生是偶尔会谈一下。就是。他们根本都不想上进，没我们班的男生，就好像是固步自封。就是封妈的手、一个优秀的男孩子都没有。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反正我是比较欣赏六班男生。我也觉得是。可是各方面都比较优秀。他们六班男生是我们，他很羡慕我们班的女生。他说我们班女生很不错，真的。有人会这样的。中山大学没有。有，中山大学很低哦。中山大学文史类才568。浙江大学，你看上海交大都那个非常高，上海交大。喂耶，上海交大。别啊，浙江大学，文史的才554。那今年特低。我旁边的615，他报的是这个，浙江大学啊。可惜，很多人不敢报啊。今年就录。浙江大学很多人不敢报。今年滑档的就很多，不好办。所以今天我们福建省的这个也还不反省一下。他这种填报志愿模式根本就不行。那什么时候你这个给我复印一张看一下？那个填报志愿的模式根本不行。你现在把里面已经讲过来了。考前填志愿，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的。那哪个？填志愿就基本上不要。复印一下。就首先感谢各位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家长会，关林的家长会，非常谢谢大家。那下面呢，向各位家长介绍一下今年我校高考情况。今年这个高考啊，我们的五年一中还是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的。今年高考全校上重点的应届上重点人数，也就在我们叫本科一，293人，全地区第一，293人，整个龙岩市第一，上本二一般本科是633人。而且上线的绝对数在全省都是第一的。明年的高考形势情况怎么样呢？我觉得要从这两个方面来。一个从全省的大环境上来说，每年文科的招生数的扩大比例越来越低于报考人数的增长比例，也就是说4个人考一个人。你要打赢3个人，你才能够考上本科。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到社会上听到他说，现在的大学都很容易考了，大学生无数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虽然不能像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个时候千军万马渡过独木桥，但是高考的本科你们要清楚也是非常难考的。像今年他这个4万才招1万人，那就我下面向各位家长们提出一些要注意的问题。我觉得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一定要把你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做你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啊！明年你的孩子就高考了，没有什么比你的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你这一年里面一定要把你孩子的高考当做一件你这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来抓啊！不要这个把孩子的升学呢放在比六合彩还多还不如的地方。作为我们家长来说，已经40-50岁了，你说你还有什么指望？比如你现在你当了官的话，你也不要希望你自己的官位当的是这么大。你要在你孩子面前一定要多灌输这个词，高三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的，对武平这个地方尤其是如此。你说铁路也不从我们这边过，高速公路目前为止最起码也没有。你这样的地方，要说资源也没什么资源了。搭在武平能有什么出息？你们来清楚。我觉得武平人没有办法啊，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只能通过高考这条路考出去。在这一年里面，我希望各位家长
能够夫唱妇随。言下之意就是夫妻之间关系要很和睦，家庭气氛要很融洽，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几多大学，你今年夫妻之间一定要关系要好，尤其是孩子好不容易放个假回来，读了50天60天了，两个月了，回家好不容易呢，你两个人又在那里吵架，门口一道架子啊。怕他火赢的那是成绩你什么那个人失败堵在一3秒啊，30秒你知道吧，他笨掉钱的失败堵堵不了三十一分，我看看呢，最起码笨掉的话的了啊，堵过去那生意是没堵过去，没堵过去的生意是在毛子，然后给他干过吗，你让他自己去堵好不好，你不要就是哎呀怎么退步了或者怎么样，这个回去这样讲就不行啊，我现在跟他们那个分析、啊、好，我跟他分析，好，老人模子、啊、你那边成绩上你没有吧，你的孩子的成绩上没有，老人模子这个随便那个随便跑好了给他们高档，哎，咱们这种平时第一什么我帮你读班的啊，其他的没讲了，没听我们这样什么知道七天不够啊，我得吃好吗？有、嗯，你放心，那么自己吃好吗？没有，那就吃吧。没，这个那个身体不好。不是，你来身体啊，身体不对。哎呦，打工啊！不能，几个说，你说呀，说一下都是一样，我把你打工贵，是啊。那你就什么我都不要，好吗？因为是干嘛去拿的下，就是到时候干嘛去。其他一次到其他时间哪里？哪里快没？没怎么熬，剩下亏了。你是伢子，你干啥都是哈，我保证让我生气，你在那里天路边待，嗯，好，啊，你是说什么伢子？啊，平的啊，他老慢叫，我到你家去的都是。哎呀，哎呀，这个可能，哎呀，我这个朋友嘞，干啥都不爱，你看，我关心伢子，你好，你想你们。在从这一次的高考里面，结合我们期末考的时间里面，给我们一个提示，那就是。我们不但要做好选择题，而且第二卷呢，我们也是想办法的拿到高分。好了，那反过来，我们刚才的理论里面还有一句话，那就认识对世界具有反作用。那么它的反作用是怎么体现出来？怎么体现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因为它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那现在高考命题的难度啊逐渐降低，所以我们只要平时通过自己努力，即使掌握啊，那我们这个高考是能够高考啊。那我们武平中的综合部呢，每年考分都是比较高啊，像今年应届的平均分是220多分，将近230分。这一份考验出的非常好，但是从平均分来讲的话，我们班上比较高才69.1分，那就说明从分数来看的话，也考得非常的不好了。非常不好，不好在哪一个地方呢？其中一点就是选论题做的不好。第二个是作业，每天呢都可能会有一定的练习啊，你要去做。第三个的话是。规范解题到家，一定要规范。那讲到这里，我顺便可以顺便插一点，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一中的人啊，这几年高考都考得很不错。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考生在考试当中能取得成功，很重要一点就是到了家。刚才讲的几个家到了，另外的哈，我艺科这一块还要加一个家，就是朗诵到家。同义词，一些容易混淆的同义词。这两个词你们记得？有。记得在哪里啊？那个动物。动物。下火。下是什么意思啊？增值。比如我举个例子，资本增值哪个增值啊？下面。下面这个错，要上面。那这个里面就错了。平时像这样子的，容易混淆的。那我下午就告诉你。啊，你们要做的什么？一个拼音，你现在就开始积累。这个我们老师没办法教你的啊，我跟你说啊，你就像可以找到很多复习资料，复习资料后面都不是一个附录啊，
它附录里面都经常有这个容易读错的音，有没有？以及一些多音字表示之类的，是吧？你这个都是现在开始就要读，这个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老师的。希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未来真的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么样，踮起脚尖就能靠近阳光，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3175睡觉，你看，现在又不起床，你这个人是一点救都没有，我跟你说，八级高以后我叫你父亲下来，不要读了，读个鸟他妈，太放肆了你！你以为我这个人很软弱是不是？太放肆了你！你不要在这个读班读了，你要到其他班去。我跟你说，半级高以后坚决不让你读了，根本就不像一个农民的儿子。你也一样，我跟你说，见着了。你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的，软的硬的都没有用，试过了。就我跟你可以一起嘛，高二时候就开始分了房了。我爸妈妈都是靠卖，就是
出卖自己劳力的干活的吧，反正就没有他们干活就是，做苦工，他很辛苦了吧。有一次，有个老师啊跟他们谈的时候，说到我的学习不错嘛，那时候他们才开始关心，那时候已经给初中了，他们一直小学的时候一直就是他们交学费我上学，然后就这样过，然后渐渐的，中考的时候嘛，我们村里很少人考到一中嘛，当时我以很优秀的成绩考上了，然后他们从那时候起，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关注学习，我有点不习惯了。现在的话，现在回去的话，每次都要学习啊，很烦啊，很唠叨。因为我们那个村嘛，一直他们学习都不是很好，他们初中读完以后就去打工，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呀。我们干活很辛苦，很辛苦哎。那我也要像，不要像我们一样，要让他们哎，往上爬，不要在这田里种田，要到政府里面做工，帮政府帮青山党做好事。他爸爸就是这样子说，不要跟我们一样种田是很辛苦的，你们要认真读书，读好书，考上了大学呢，以后你的命就比较好，比我们更好。一天我早上6点钟起来，没有5点钟起来就干活，就到晚上的8点，一天干了12块，就是这样子，赚不到钱。当农民第一次很累，第一次那个社会地位很低啊，拿过去来讲是代沟。代沟，可是他从来不跟我交流的。代沟，我们是80年代的人，他们现在是21世纪的，我们怎么跟他交流？我们讲不清，我们自己干活，讲的他不听。他要叫我当老师。当老师有什么好的呢？他这当老师当然好啊。那这一代就你是第一个大学生。可能是。他现在都没有考，怎么算是？考了班上16名。不爱骄傲，我从来不骄傲。我没有想过回乌平，如果他要出国什么地方，我都愿意支持他，只要他喜欢的工作什么，我都可以支持他，应该支持他，不能阻挡他。可以把房子卖掉。真的是我没有想过，只要他愿意读书，愿意什么做什么，对他自己有好处，我就愿意支持。就愿意，他妈妈愿意付出一切。真的是可以付出一切，大家。他爸爸也是这样，我很舍不得我的女儿。那他以这个远走高飞了，很难再回来了。我会带他一起走。我当然也是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个问题。那自己要想开点，只要你要有出息，自己能吃一点苦都没问题。就是这样想。你们每天早上3点钟就起床？3点肯定要每天都要的，每天都是这样的。然后干到几点？哎呀，如果我生意不好做的话，要晚上7点钟才又回去。四千一百一十多。
林老师都比较粗心，第一下没出来，我就出来两个钟，还不做正常嘛？客人效率，你们不配合不做，那就等于那个我们客的。他们英语呗，那个虽然客场效率不高，但是客户很多人去补英语呗，这样等于不值得。是很多人去补英语，但是他们有。那这个我刚才说的舍本逐末的做法，这个是舍本逐末的。像我有时候蒙那看语法，我都乱蒙，那有时候是必然感觉是像那种蒙的那种感觉。你这次考了几分？80多分呗。你历史考了50分好像。啊？历史。四不及格。真的假的？好像是应该是吧，80分一般一个。老师，你不骗我，很可怕。啊？很可怕。除了地理以外，加上了总分是不会很低，还差不多。然后历史不及格。哎，不，现在地理哪还没改完？地理啊。哦。你第一次不是考得不好？你上次不是考得不错？你这次不是考得我估计不是很好，但我觉得是正常。等到你一不断的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他那个时候才是一条比较平稳的线。这怎么是两个我觉得不担心的那两个变成那个样子啊？那可能我技术也没提高，说不定没发挥好也不奇怪。我以前从来不会担心这两科的。中美这次也考得不好。打谎怎么没？打各科都不打。骗到哪里去了？我现在地理没出来，成绩不清楚。那什么原因你没这次来了？是临床发挥不好还是？这怎么办呢？啊？你是这次有进步？进步比较大，各科都考得不错。你也有点退步。英语嘛，数学嘛。英语嘛。英语不知道怎么一直上不去。你我观察你还是没有，亲近一点。你第一次考的就不错嘛。第二次我看有点退的迹象。你这个半级考，我看刚才地理项没出来，不清楚的。出来的成绩看，不怎么样。没有办法，我们高三就是成绩还是最重要的啊。地理没有出来，我现在不清楚，但是我看一下，3.7都没有，现在目前。5596。36100。36100。你的几个？99。宝矿一百一个呢？宝矿31。31呢？嗯。没办法读的。我才25个，你的100分比我多。80分按多。80分，我才2个。89.4，14班也99.4。13班97点多，差不多，这个。14班97点多。嗯。40班，2-3分之内。就拿个榜最低呗，97.3呗。你不要怕他考几分，平时的练习没关系的。哪怕42分选择题，一摆出来15分，15分就是5分。你给我多训练几次，胆子大一点，慢慢上去。啊，你的这个成绩是？你虽然期末考好像是高二期末考是第一名的，你像你看跟班里面第一名莫小兰差4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成绩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啊，不太相信自己。你就是这个就不行，你这个不相信自己的学习方法，从来就导致就不相信自己，这肯定就是。然后让自己每次想这样做，然后看到别人也不敢的。那我跟你父亲说，我说让他哭，能哭就好，考得不好就要哭。我的意思也这样，一个人不是这个考试考完了以后，如果是成绩好也好，要也罢，差也罢。无动于衷的人，那我觉得这是麻木的人，那这种人是肯定没有前进的。阿莫大于心死，是吧？有的人是心都已经麻木了，那你就要这样做。我说你还能哭，好，这是我教他们这样做的，考不好就要哭，啊。我今天上午，啊，这个找了王副校长，分管教协的，找了李校长，哎呀，我提出引咎辞职，在我手上，我当班主任手上。现在成绩不见提高，反而跟林静老师手上越拉越大，他就表明我无能，所以我引咎辞职，我提出无论怎么样嘛，那这个是跟我管理是肯定有关系，他
啊，今天令我特别气愤的是，今天那个刘开光老师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很得意跟我说，你班上考得怎么样？多少分？多少？有多少个？多少个？我说没有多少个。他这个班里面有两三个女孩子很得意，他那个气氛，林静老师手上就很乱了，我听得很火。我来想一下，我不跟这样的女孩子计较就是，所以让我这个我觉得脸面扫地了。啊，如果说你们对我还有点恻隐之心的话，你们对我还有点留恋的话，我现在在辞职又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要共同来克服这个困难。我希望呢，你们对我这一番话要有点感触。我都上午对于十四班的女同学这样讲，我都非常气愤。难道你们能无动于衷？一定要有爱护我们这个整个气氛的荣誉，啊，不要让人看起看扁了，真的不要让人看扁了。我明年考好了，那两个女孩子我还认识。嗯，我可能就要在他面前将他一惊。嗯，但是这些东西要你们承前我，我才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我们这个星期一的班会课，我们一起来再来讨论。我们就是要有希望，大家能够从精神面貌各方面都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确实，我们不能再这样子。啊、嗯，我是呀。这个男生那么疼，手按着那么猛的呗，人家打野战，你就不动了。我期待后面的不会唱了，明天能考出好成绩。慢点，那是个废话。静心唱的，我期待。我跳。阿祖这句话很赞，你知道？不是、啊。刚才谁赞了？我。你。我祈祷。哪里是你？在没有你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同学站这么远？对啊。啊。很大的。欣赏自己，欣赏我们班，相信我们班一定能获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班上学习是要有竞争，但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需要我们努力。我就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辛苦这一年，开心一百年。人生九子，个个不同吧。我觉得，既然有优等生、差等生、中等生和差等生的，我觉得像我一样的差生可以。做到不气馁或者不放弃。郑智化游记科唱得很好，他说就是也许有一天我们再相同，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才是英雄。那么我希望处在跟我一样处在徘徊或者说处在茫然中的人，我送大家一句话，就是他日落水凌云志，敢笑黄巢不葬。谢谢。这一天吗？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们可能会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异口同声的高喊，我是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七班的员，我自豪，我骄傲，以永不言败，永不言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的意念顽强拼搏，让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七班成为顽强拼搏后来居上的大名词。So
跟着唱。淅沥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心来自北海的解放干部等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到1943年，国民经济形势出现复苏的局面。正当国民经济明显好转的时候，江青、王文文、张春桥、姚文岩等提出开展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把毛头子捉来。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们，并说他们是四人帮。1975年。高考你努力了，这科成绩才56分60分，但是我们其他科如果是这个学期抓紧了提高了，你这个本二照样没问题，你肯定可以上。你怎么会没有信心？我都对你有信心，你怎么会没有信心？像你的话，你看父亲又走得比较快，应该更坚强才是，跟别人比别人要更坚强。你如果是你这样子的话，我非常失望。我跟你说，怎么那么软弱？不是我眼中的张兴旺，你要比任何人要更坚强才是，你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你要自己要坚强一点，你要自己要有毅力。如果是我是你这种家境，我跟你说，我绝对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北方狼里面唱的，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应两声长啸。好了，服了。你现在自己住的地方还认得出来吗？啊？我叫他们两个人扶你回去。啊？在住的地方好好那个休息。啊？啊，对对。是的。四十二。放了这样，我们不是完蛋？
整份动作也挺敏捷的哦。现在是晚上10点整，有两个上网的学生正在往网吧走。这是话外音吗？我说的。操上你，操！给操盘子掉位。老猫，老猫。大家都觉得人会争一口气，但是你不是说我们不觉悟，有的时候也觉悟，但是有些时候确实很难做。如果我能像那个冯云静一样那么粗大，站起来说话，我也能那么高分。你看老师肯定对我那个吧？你说我会不高兴啊？我肯定比现在活得高兴。现在不要看我们活得高兴，其实每天被老师装，每天还想着要躲着他，每天要想着迟到一点还要挡着他的脸，你看那个痛苦。我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那个，可能就习惯了。无论我去不去上网，无论我晚上多早睡觉，早自习第一节课我都会想睡觉。无论他是不是班主任上课，我都会想睡。高二、高一都是这样，我都不懂我干什么。我们那时候也试过那个，不要去上网。前就刚王群忠接我们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没去上网了，还是可能是生物钟真的弄倒换了一下。但是我现在心里下的决心就是，下这学期完，下节课就下节坚决不去。但是能不能下定决心留你？佳燕，你每天5点半起床，整天中午不睡觉，你晚上加班加点到12点多。只要你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拼命往前跑，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记住，闭上眼睛拼命往前。佳燕，我相信你是不平庸的。保证国家保证收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隋朝以兵制，十分地时把金人入户便于边路州县，不再实行金民一级，不再实行金民一级。古兵制以金田制结合兵农合一，古兵制以金田制结合兵农合一，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政府社会主义的政绩和国力。必须坚持抓好发展是各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国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平衡，已经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好，时间到哈，交卷了。睡觉啊！现在几点？都是10点11点吧，11点左右。应该第三节课上完了吧？你不怕王景春来找你？怕。
下面一样睡喽，还更冷哦。高考不想考了。那行。想也不懂怎么办。重要。谁不想上大学？好不？好吧，不打扰你睡觉了。那谢谢。不送了。他至少要十年才能恢复，就经济。那我昨天从我们的五评新闻里面啊，发出了看到了一个信号，那叫做我们五评县的红十字会也积极的向全县人民呢发出倡议，啊，要求大家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什么力啊？这个力表现在各种角度，你干好你自己的事情，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一种支持。这我不能够说，也可以这么说。当你有钱，出点钱，把我们平时的零花钱，把你上网的钱，掏到一两块出来，也未尝不可吧。那我们学校接下去，我们的房委啊，也将根据我们县里面的这种精神呢、啊，也要求大家，反正有多少钱出多少钱嘛啊，到时候大家，我觉得你努力的、积极的去支持这个行为。我们中国政府，大家从电视上看到啊，那对这一次呢，我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也支援了不少的钱。那同样的法师了啊，我们中国现在也发生了一些大型的事情啊，那个非典事情大家看到了，还有有段时间里面北京跟上海下了大暴雨，那每次呢，然后在北京这个城市跟上海城市里面的很多交通啊都受阻。那从这些大型的事件里面，同学们得到什么启示呢？什么启示？我请个同学来说一下啊，这启示可多了，你可以从多角度去看。你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就是从刚才几个事件里面看，得到什么启示？欢迎进，你有什么看法？这些事情不都后面不都解决了吗？说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办大事，中国人民是最伟大的。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那这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举措。请假都不请了。哦，这样写个请假的，我有事请假了。这个请假他写了，还等于没写。那谁也有事，睡觉也是一种事。会不会觉得做得太过分了？你说你这高考考完了以后，你说你怎么办？你怎么打算？你们两个复读？读专科是，我跟你说，你的父母，你们的父母，他都跟我说过，绝对不会让你们去读的。而且就是你们这种成绩，如果现在不抓紧的话，专科都上不了。不是我看不起你们，我读读书好不好？啊，上网给你们一个星期一次吧。星期六晚上我都放你的假，要上去上。
其他的时间不行，好不好？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朱三明，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跟你谈条件了。试做呀。啊？试做呀。试做一下。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要战胜自己，你才出息。什么东西都可能发生，你不要认为来不及了。我希望你一年之后记住我今天讲的话，能够回忆起我今天讲的话，保持微站。今天晚上呢，我们开一次我们高三年段的这个入党积极分子会议。我们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民主生活会啊，我就把关于后面阶段该怎么进行发展工作，对于同学们怎么一个邀请，该怎么的做啊，我们就对这个认识来去谈一谈啊。那根据同学的平时的表现以及学业成绩，是不是当班干了还有科任老师包括同学之间的测评，原来是63位的，现在确定38位同学作为呢我们这一届的入党积极分子。做人排第一，做事排第二，读书排第三。读书目的是做事，目的是做人，这样对的。但是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有个什么样的道德，有什么样的价值，现在在座的这都是我们这一届最优秀的最出色的学生。读书就是为了我自己未来明天的更好生活，这错吗？没有错。但是你如果加入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读书仅仅是自己未来一个好的生活来说，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相信第一很难和这个组织要求合拍，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一讲怎么讲呢，那可能是不是太远了。不对，因为今后的我们要成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要在因为国家就靠你们了，靠了个最优秀的重点中学的最优秀的学生。那现在当中该做哪些事？佳燕，你为什么每次都计较和班上的同学比较名次呢？只要我努力了，只要我尽心了，就 OK 了。你若再把怕自己被打败和自己输不起的思想带到下学期，我看你甭读书，说不定高考还没完，你先得抑郁症死了。你难道明知做那样的事没有好处，你就要去做呢？离高考还剩113天，摘抄北大校歌《燕园情》，红楼飞雪亦是英杰，先哲成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一夕长别阳光千叠，狂歌成敬业，收拾山河待百年约。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镇乡野，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山山五岳。我们今天东奔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燕燕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夜。哎，觉得数学怎么样？数学差死了，挺棒的。
数学不是有没有不错？选择题都没做到多少了，就没有。我以为开始上课，那么简单这个语文啊，很久了，考题都没做。做，三级啊？120多。120多。嗯。只要把那个椅子条件拿病就得了嘛，拿病是 cos b 除以 cos c， 然后不是等于负的 b 除一个2a 加 c 啊。有效线应该是这一次的啊，555到560之间，最低要555。啊，这一次啊，560就比较稳。我觉得接下去在这几科当中要注意这几点，一个是我认为语文是保障，注意语文是保障，语文科啊，你语文科作为文科生没有100分，肯定会拉后腿的。语文是保障，数学英语是关键，数学英语是关键，文中最合算，这几科的关系我就这样概括，你不要去问。到底接下去会怎么样？你就跟我付出，你肯定要去到考场上，到考场上走一走。哪怕你现在成绩再差都好，你必须面对一次高考。既然如此的话，那你就不要去想这些那么多了。你要真正做到像汪国真诗里面说的那样，汪国真的诗没有几首写得好的，这一首我觉得还是可以。诗写得好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眼光，便知够风雨兼程。好，各位家长啊，首先我代表学校感谢各位家长对我们学校工作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家长呢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个会议。那你要进入高等学校，首先要论文进你高考成绩的上这几年南京不是一直搞这个素质教育呢，搞这个搞一些活动呢，啊，放纵了这个学生的作业啊、练习这方面啊，结果这几年南京呢，南京市考上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人数非常少，绝大部分这些名牌大学都被南京市周围的啊江苏省其他各县市拿走，这是家长很有意见啊，很有意见啊。为什么有意见？你看我们那么聪明的孩子，考不到重点大学，不良成绩，哎，他乡下的都可以考得很好，为什么？哎，他家长很有意见，搞得太差了这个教育。很多人在南京市教育是提高，我们是素质教育，我们整体素质提高啊，应该是应该显著发展，这是应该没错的。但是有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呢？啊，你素质是高了，但是考大学只是重点，你没有考到500、650，你不能进清华北大，这个是没办法的，不行的。像我们高考还是这个体制，后面搞南京市是没办法，教育部门没办法，去考试，回国考试。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啊，不管前部分，我们本身竞争都是很激烈啊。像我们学校里面，自习呢9点20分，9点50分，我们就回去。像很多学校里面啊，像上一周一校呢，自习到4点20分，啊，自习到4点20分。高一、高二、高三都是，我们高一、高二一般是9点半就报回去啊。还有像从临中啊，前次他的校长过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学校强烈要求自习到4点半。小学也很适合。现在我们的学生啊，总认为自己太累了，总自己认为我花的时间太多，没想到外面也是这样。我们也没当过内宿生嘛，下次住宿。你们两个人呢？
你每天往家里赶还不是一个呀？是老妹，进哪里呀？4月8号，离高考还剩58天，离高考越近了，我怕失败，我怕考砸，我天天在退步，别人天天在进步，我开始失眠。我为什么怕？我怕别人笑，我怕父母骂，我怕失败。佳燕，为什么要害怕呢？有什么好害怕的？咬紧牙，闭上眼睛，重力一跳，即使跌倒，也应该立即爬起来。拼命往前冲啊！就是想睡觉，干什么都想睡觉。酷。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梦啊，就是我在一个酒吧里面啊，跟一个不认识的人，他一直灌我喝酒，然后来两个人醉醺醺的跑到一个田里面，因为田里面种了很多很多葱嘛，然后来他指着那个葱跟我讲。你上哪根葱啊？然后我就蹲了下来，就哭了。在楼梯一样嘛，墙壁都苍白的，那楼梯全部是，然后就是一片白的感觉，然后苍茫茫的，然后后面就有人在一直追，好像拿了个刀还是拿枪，我也不懂你怎么。然后我就拼命跑，怎么跑跑不动，要不然就跑了就摔倒了。前面又有朋友在前面，我叫他们等我啊等我啊，就是叫了也没有用。然后还怎么跑跑不动，我也不懂什么，我也觉得很奇怪，老是做这个嘛。现在你在这很怕的教室里面，感觉落在教室里面不读书啊，感觉就自己每天如果大很扎实地不扎实，我就觉得有一种罪恶感。我就是想一下，感觉好像身上会发抖一样呀，心里有点慌。因为离本二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有点不知所措，就有点讲不清，很复杂的心情。因为前面可能考得比较差，感觉有点危险，要是想到如果高考的话就这样子怎么办，因为很怕如果万一复读的话怎么办。我觉得我不是读书的料，其实我不适合读书，但是又没办法，现在社会只有读书才有自己继续。这次考的确实不怎么好，不过又不是高考，还有机会，高考再一步。其实我心情不好的地方也挺多的，但是就是说我不会让别人去看见来就怎么撑也得撑下去，我再怎么死我死也要考上大学，再也不要过这种日子。到今天为止只剩多少天了？54天了。那这54天里面，同学们一定要科学的、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那为了备好这一次无硝烟的战争，我觉得啊，给我们的女同胞们呢聊一个话题，那就是怎么样来轻轻松松的进入呢我们高考的这种状态。那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觉得啊，我们女同胞们要想把这场考试考好的话，目前要做好的几个工作啊。我们女同胞的特殊问题，
那这个特殊问题呢，我个人的观点，大家把握三个原则啊。第一，老朋友每个月都会来的啊，那来了对大家来讲是一种支持，我觉得啊，所以你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第二，如果有些同学我发现啊，平时呢痛经现象非常严重，然后呢来月经的综合症非常强的同学，那我建议近期内做两点。第一点，找我们卫生师的严护士，找他聊一聊，他会教你怎么做。第二，有些家长也很有经验，那可以近期呢吃一些中药稍加调整。第三，我的建议是那两天考试啊，不管来不来，你都做好准备，把护垫垫上去，那既卫生又安全，很可靠，你根本就不用担心，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万一你很紧张，突然之间跑来了，你就根本就不用担心会弄脏的裤子啦，等下出来了，都没遮没拦的，不好意思。色马，我穿也是色马的衣服。什么毛病都有，要不是我帮他改了一点点，他妈死不悔改这种表，不感谢我还要天天跟我生气。对呀，现在还亲人呢。他没有给你绑住，叫你拳头先抓起来，然后放掉。那习惯很明显，看你习惯很明显，没有明显，要一直拍你，拍出来吗？把习惯拍出来。看我明显。没有，我拍一下才比较明显。赶快喝掉吗？不会很烫，快点喝掉。本来就不会烫。那我要吼死。叫你不要跳右靠。你看靠呢，看自己看看这边。谢谢你打死掉。一插到衣服上。现在都在搞什么呢？两个大内容是保鲜，什么意思？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一批又一批的都在开会，都在反思，都在反响。这个是加强和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这个教育对您的要求要更高，对其他普通同学的要求就不一样。
哎，对其他普通的要求是做平凡人，干正经事。那对我们在意作品的要求就不一样了啊，经世致用，爱国时尚。因为你数学，你只要考七十多分，对你考榜了就没影响。七十多分，你现在已经有七十分，那你是数学类型。这次考试以后，我也感觉到没到你自己的那个目标。我看有两个考得不是很好。咖啡香做到的本身就不错。对。而且肯定有水。那啥意思？那就是你的气氛，气氛对一般的意义。去年吃饭过。去年吃饭，那就是他那个当个饼都好。那还没大热天嘛，还没压完呢。没事，今天的吃饭没嘛，今天懂。没，就还没压完呢，就比较好呗。我上市的，起码我吃饭也行。两块，这当然是用来供供这些费，这些费。你是这些费，但是还没压完，搞没一点了，很吃。出去的话是去规划搞搞定的搞搞。对，出去那今天我们没今天动啊，那个在这动真的没。真是喊你们，当了好长时间，才一百零万人负责。我跟你说，爬围墙上，是不是你？我现在上面正教授已经那个正在查这个事情。等到他政教组肯定要有，他肯定要开会讨论你的问题。你这两三天不要乱走了，啊？你乱走了，到时候怎么你是后果自负啊！我跟你说，你这两三天必须到这个教室里面，懂不懂？我跟陈明讲一下，不能再走了，你再走到时候后果自负啊！带熊岗，然后应急，然后会上课，他也不让我进那边，然后只有那边走进来。因为第一个反应就是被保卫员抓了，然后在那边站着，他叫很远的手指你停下，然后我当时反应就是特老实那种，就停下来那边站着等他过来。那一栋楼全部人探出窗户来看我，就我一直跑，不要理那个老家伙。前次他也没通知我，他打电话跟班主任。他们这个两个人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上网成癖，无故旷课，无故旷课。他们经常这个就是违反学校的规定，那个深夜翻爬围墙，到外面去通宵上网。那白天呢，就是有些时候就干脆就不来上课，或者到了教室也就在那边睡觉。我经常上哪的？一抓到他讲不敢了，第二天讲以前被我打一直打，打了他都不敢了。你两个人分别讲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讲实话。沈冰，你有没有想法？刚才班主任讲的有没有讲错？有没有关心你们的事实？没有。啊？没有。没有。郑志明。
其他的哥。两个月都不到了，你看怎么办好？今天来了56，今天说一下来不是老忙，不上了，尽量不看了。在上的时间都在教室，这样子。听懂了？读书机会是非常少。听懂意思没得好关系，对吧？都没讲还要去。这说明你了，你一天谈一下，一句话都没讲。要钱的时候可以叫爸爸拿，那大老远来，你看一下。张少平，你讲一下，一句都不讲的，我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来理解。一，王老师讲的全部属实，那这是第二。接下来，你对这个学校的班主任的啊是任何措施，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通个电梯不中了，你没没叫啥子？你看感觉是个时间一样，对呀。我是我公娘，60年了。我早来等工，陪我下来买人工，买你没下来，对吧？老师，你老师，你没下来就人工，我随便学校什么图可以了。哎，你不要走。昨天做这个激动以后吧，然后陈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也不能这样，这对班主任很不好。昨天晚上我就想去找班主任谈一谈，那起码昨天的行为我还得向他道歉。但是有时候只是我自己做不到而已吧，我做不到，迷上网络了，无法自拔，绝对不是这样。我们全机会上扬，上网很现实，就是为了钱，商业吗？那张存折，我一张存折吧。都是别人存过来的嘛，哈，存折上大约就有7000到8000块钱，然后，其他的就卖给，就跟我们这边学校的很多人做生意嘛，隔壁人做生意哈，还有大约1-2000吧，大约就少1万来块钱，1万来块，哦，大话吧，我们那个服务间啊，算是我们玩的那个号码哈，算是比较有知名度的哈。哦，他跟现实差不多，我不是说了跟现实差不多，可以结婚生子，然后有妓院有青楼，然后呢还有很多。我们呢那边也有赌场嘛，有赌场啊，所以我们就这边通过赌那里面的钱，然后来兑换那个，因为那个游戏很多人玩嘛，几十万玩家哦，很多人都是像工作的比较有钱呢，他们都不希望自己那个钱来的比较困难嘛，但是每时每刻都要用那个钱，他们都不希望自己去弄那个钱，因为很难嘛，所以他们就通过像我们这边买那个钱了哦。那你怎么能保证每次赌博你能赢呢？运气嘛，但是很少输。这不肯定不完全是运气问题。专家一般都赢，你知道十赌九输嘛，坐庄的基本都赢嘛哦，而且抓住玩家心理嘛，他只要赢了，他肯定不会走。只要他不走，他的钱慢慢还，包括他家当都会到我们这边的，就这样赌的。不过上次网易搞绿色网游嘛，把那个大话赌钱已经关了。我能赢那么多钱，我们能赢那么多，就两个字嘛，诚信。我们信用很好嘛。哦，妓院是摆设，不会让人意思。那个游戏他因为网易做的那个游戏嘛，国产的，他是面向全部玩家，肯定不可能做成这样的，妓院只是让你看的啊。那赌场呢，赌场不是玩家所说的那种赌大钱，他只是本来是娱乐性的，只是因为
通过别人创造出来那种一种赌钱方式，就像赌马一样，不是赌足球啊，就像赌球一样，那是别人创造出来的。本来他都踢足球，他的赌意思是踢足球是健身，他没想到要赌，像那个打扑克啊、麻将啊这种通宵去赌这样子哈。即使我身上有钱，我一分也不赌，因为我爸爸不会赌。他就跟我讲，赌钱的他，你只要守住自己的钱，赌钱的人没有一个是会赢的，所以我从来都不赌，一分都不赌。我也是比较会花钱嘛，但是我不懂这叫不叫虚荣了。但是在我自己认为，我这绝不叫虚荣。我想比别人过得更好，我不想别人看不起我，我觉得这不叫虚荣。重要？怎么说不重要？考大学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我更上了网，更上了网，我更向往那种大学生活，因为他们大学生呢，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我更向往这种生活。我们不是没有梦想，我其实我们也上过想过上大学啊，但是。I'll be home late this evening, probably around 10. Okay, I'll come and pick you up then. I don't want you walking home alone at that late hour. Don't worry, my classmate Jenny will give me a lift.的那个档案也附到旁边去啊。好，现在把第二点拿出来，我们这边简单提示一下啊。现在所有的事件都大同小异，我们也一样，我们网上这一个网上做了一份，也是大同小异的，很多都做过了。我明天叫拿来做一下，看学生做的情况怎么样。不发，我们老师又心里面好像不放心，没底。发下去，学生可能也会出现两个情况，一个方面他有一个时间做，另外一方面呢，是又看到别人又做了，对，他心里会急。对，没有统计，大概哈。你这样算一下吧，就这一个学期，一周至少有一练嘛。不止，实话实说，就是一周三练，这是实话实说。那你就进两练嘛。那你政治课，我们政治课至少两练。实话实说，单科一练，综合一练，两练。我三练。那你一周一个学期有20周，你就有40套。一个学期就最起码一个学年就有80套。80套的，还有半期考，还有期末考。好，前面第一排的来。别动了啊！我打123啊！来，我打123啊！来，注意！哇！哎，一。二三，等一下啊！跟我练。好，来，再来，一、二。我今天照相的时候，我心里挺复杂的。我想，我们就要走了。我笑不出来，心里好像郁闷一样。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也笑不出来。伤感的，有点就想哭了。你们相信命吗？
有点相信，我觉得我一向命都不怎么好。虽然才经历了这么一点事情，但已经能显现出来了。嗯。当然，我也希望我命能好，以后能够顺利一点，改变命运。嗯，就要考上大学。高考啊，什么要什么超常发挥啊，他们就是别人助词嘛，听了都全部都是那个讲的高考的，听了都很烦。就是像高一高二的什么做大姐姐大哥哥，高考不要，其实不要那样，不要那样说啊，更好嘞，说的都手都会发抖。喂，有人他放的那个给张云梦啊，底下那个叫那个他张新旺叫那个张建峰留下一封信，他说本来是叫他晚上给我的，今天晚上给我的，那张建峰可能感觉到事情不妙，他现在就给我了。那我想查看看，他说他要走了去厦门，反正他不想读了，准备复读了，他就这样说的。那他说他在教室里面行尸走肉，读不进去。他留了个他姐夫的手机号码，那我就去看看吧，他也没走吧。如果他已经走了，那我就只有通知他姐夫。哎，小姐，那个去厦门的车有几趟？到厦门啊？嗯。早上几点出发？六点十分，你们走了没有？走了一步，现在七点十五有啊。七点十五还有一步。几点出发？9点10分不走。啊，六点十分，七点十五还有呢？哎，冒好早上的谁不安？好，我照给你。那你就确实要走的。我车站过来，我跑到车站。你是不是要接药做？知道你上白班。那你还有十多天都读了没有意思，你说又还想复读，那你复读什么复读啊？这个关键时刻你都，你都不能不。这关键时刻都不能把握自己的人，你还要拿个一年365天，你能够把握自己吗？你下怎么鉴定怎么样哎？如果是我是你，我绝对不会这样想，说还有十多天我放假算了，这次高考我考就考一下，结果如何我不管了，然后呢我再复读一年。正确的做法，即使你打算复读，正确的做法应该什么呢？那我这个十多天拼了，豁出去了，谈什么复读？我觉得你这个理由很可笑。如果高考已经结束了，结果不好，那没有办法，你才说复读的事情。你现在这个时间还差那么远，高考都还没进行，你就说复读，你不觉得很可笑吗？我每天坐在那里面发呆，你有脑袋？怎么拼啊？我都没一点动力都没有。上次你怎么去回过神来的？上次？好像是去拜佛。去拜佛啊？宽子。那你看看，这次还是看看如法炮制。
看有没有效果，心里面能不能马上转变。你那上次来回来以后都整个人变化很大的，那还有十天的样子，如果两三天之内可以解决这个心里面的想法问题，结果可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自己这样子想放弃想逃避，那你留个请假条给我，然后我要打电话给你姐夫。哎，这件事比较复杂，可能是现在孩子啊，越往下越往后呢越不好教了，越不好教育了，因为他们很多东西跟我们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了。傻屌，还有几天啊？讲了好多的呗。嗯。什么时候走啊？昨今天。他妈的，他傻屌！他昨天晚上就跟我们一起走了呗。他高考了不考了？傻屌这样子了哦。我也不考了。好不容易才上来了哦，准备走，就那么挤。是呀是呀，说不好听一点。我一个男生的心理会那么脆弱？每个女孩都不一样，我妈就是阴盛阳衰。还有十多天，她都待不下去了。以后再复读一年，她能待得下去吗？我都不太信了。这种老大哥，本来我是要和你们一起走，你们先到死，我还有一些事。什么？我们先走啊？这句话具有身份含义的嘛，能够引人深思。他留一局很好，他留了一局。谢谁的？谢谁的？是个刘伟的。是不是遗书？有记得就他就说他不读，谁去谁的？王景春问。你没追到嘞？追到车站了还没追到？追不到了。追到了又怎么样？人家心都在那边，还留回来了吗？我是家族的一个大学生都没有，而且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读书，所以可以说整个家族的眼光都在这边，压力不大是不可能的事情。家族里面就一个女孩子在读高中，读了高中了，现在都期待着一个女大学生吧，家族的使命的感觉。我觉得是，我现在谁都不想，反正看到了一点点就看到了一点点，觉得没必要想其他的东西。如果考不好，我依然的选择出来。家族的使命你不完成也得你完成，因为你就我一个高中生，女的，就你一个高中生，你不考到来呢，大脸上挂不住面子吗？很多东西的，我觉得搞不懂他们大人想那么多东西。跳跳姐。的名字要念，然后就后面的、中间的省一下，然后后面的。那么厚，他先看前面的嘛，前面的就是第一个了。我怕你来不及。连那个路，走下来了。今天呢，我们开这个支部扩大会，主要是有一个议程，就是进行我们这一年度的学生党员包括老师党员的票决表决大会，会长积极分子呢要进行发言表态。请六班的蓝婷同学。从孩提时代开始，一串闪光的名字，江姐、刘胡兰、雷锋、焦玉露、孔凡森，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教育。我发现他们以及我身边许多深受我尊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我发现在最危急的关头总能听到一句话，共产党员跟我上，这确立了我要成为他们中议员的决心。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高中四班班长钟世雷。我申请入党意味着要拼搏奋斗，甚至意味着牺牲。我入党是为了更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会更长处于事业奋斗终生。理想是远大的，但要从实处入手，以实际行动开始努力，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收入统计是递交入党申请处理的，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积极靠拢党组织，在学习、生活、工作上起模范带的作用。担任班长，工作积极肯干，从测评力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测评力通过率是比较高的。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该同志已基本具备党员条件，本人同意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我作为周寿梅同志的第二介绍人。那周寿梅同志呢，认真的学习党章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思想觉悟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我叫莫小兰，从小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和崇高，对党充满敬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我的梦想，是我学习的动力之一。现在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会更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朱梅同学的票结情况通报一下，有效票25票，同意接受25票，不予接受0票，弃权0票。莫小兰同学的票结情况通报一下，有效票25票，同意接受25票，不予接受0票，弃权0票。完毕。但是这里面不是强调，它是强调着应尽的义务，一个党员的义务。我们说的人生观里面是强调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那也就是三个内容。人生的真正价值是在于贡献，在于奉献。那里一三可能写了的是正确的意识、崇高的理想，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正确的东西肯定是有指导作用的。如果得到7分的顶分，你要拿的可以得高分的顶分，你就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失去分数。来来来来来来，回家回家回家！来来来来来来来，回家回家回家，马上熄灯。坐着这题考不到你。接着吗？没事吧？没什么好干的。他一同介绍你是吧？竟然又心气高峰，不要不要不要那个了，刚刚做完以后再来了。我老是做梦来了，怎么办啊？梦我都每天晚上比你做的更多。我真的，我从小到大就很会做梦。梦多好，梦多好啊！但是从有时候做了会半夜又会醒嘛，或者是一个接一个做，一个接一个做，然后半夜又不懂得。不敢进来的，好，那我们走吧。来，有什么情况跟我说啊？好。嗯，普通的地方有你，男生这边去。校服在下面。里面登记表。看一层屋就能啊，你一层屋就能，送一张好就一张，一头就一张，一头就一桶，有困难。三到这边就是，天黑就落噻，那个没办法好过年。第一批是那个10点半就回去了，第二批是11点才能回去，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管理人员啊，就11点才能回去了。待这儿有用吗？我觉得肯定有用，就是管理他们，保证他正常作息，这个非常关键。最担心的稳定，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学生有稳定就考得好，压力太大了。一中的校长怎么没压力啊？一中校长最大压力，没有比我压力更大的，因为县里面就考一中。如果一中考不好，那你整体整个县里面肯定就考不好。那你们呢？一定要注意回归课啊，回归课啊。那这个点你们要关注，不要花太多时间，不要花太多时间啊。那这个一点，另外呢，你们明天问
曾经跟我们大陆家庭，以后由于地壳运动，是不是形成了什么大陆大陆，是不是？第二的话变成民俗啊，还有民族语言，是不是跟我们大陆一脉相承啊？都是汉族吧，是不是？都是汉族啊。这个台湾岛，我们讲它是海地岛呀，是一个宝岛。它宝岛是非常的资源，是不是？但是由于它的地域狭小，所以它的资源匮乏。啊，资源匮乏，所以你要发展经济，必须要大量的进口什么原料，是不是？因为它的地域狭小，所以它的市场也狭小。不是好的。嗯。下午。你们好一点呢，听听。啊，想通了啊，啊，不要反复了，啊，休那么11天，啊，勇敢面对。有机超香，还有很多地方，一直走。去爽的指标，去爽的指标。哪个呀？买一斤油条，加上生米，吃不下不吃的嘛。哦，我吃，人家都好熟呗。哎，干嘛？那，干嘛？我再试一下，我熬了，小锅熬。来，干嘛？你试熬吗？对呀，对呀。你去上你。哦，时间够好啊，好吗？冇，我们只是按等你下了嘛，哈。哦。成绩好。不要不要。哈哈。都比以前那么难忘了。都哪个好啊？好个春奶茶，冇问题。真的哦，你话先你讲过。比较好个春奶茶。放心放心，太放心了。还弄到几万那送人就，给我还你妈的没送呀？是呀，我送。我这里那个，这里给喊我进了。哎，我这里。进到这里就我这里。呀呀呀呀呀！你拿上去。我到哟。老师，你不知道啥？这里完善完善。你哟。要考试地方啊？可以可以。可以去了。不会带进去了。我们大家是用考前给喊的，给喊根本就是的。考前喊，每次每科考前喊喊一两个的。喊一两片，喊一点，收一个套两个呀，准备。每天早上上课的时候，我们这几天也可以喊嘛。有整个便宜啊嘛，你去这个那喊两个，加个收一个贵两个。我叫你妈妈刚才说了，明天后天就不要再送这些东西来了。啊，我叫老师都说不要来。对对对，不要来，不要那个心里面会，好像有亲人在那边，会比较不放松，喊个紧张吗？喊个紧张吗？更紧张。老师有空吗？不要动我吧，刘王总。好。啊。他说啊，先生，你丢的那个给哈到了谁？那里放什么呀？啊，买给俺妈，三十多块钱一张。对呀，俺妈贵哦，钱。这里小货。你租的家伙跟几个人？你妈买的一张，70多块钱哦。70多块？哦，人家在买的9张，的9张。好恐怖。这个鸡肉么子给你一张？不会烂的。这玩意很多兔子哦。我么烂的哦。我也讲不清楚。散啊！去天这一撮。莫不用通啊，心里面。莫呀，都在，哎，现在好一点，都在。反正又过不巴的。我的角度，我就说，一到高考，我觉得是老师是越紧张，因为一直都在思索，就是自己平常哪些没有讲到。他这个现在也说不上压底了，你现在压底也没用。不过他就是文综的，可能跟其他科目有一点不一样，热点会比较多一点。
不过就是这一段，就是说你外地还有什么信息，可能这一段还是要注意收集一下。哎，最后一个阶段，每个地方都在这个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可能有一些信息方面会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外来信息呢，今年因为是封闭，今年的这个命题是封闭，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得到什么消息啊。那有我会及时传达给大家。今年是福州市的命题的老师特多啊，福州市提命题的就尤其语文方面，语文课啊，所以啊，这个我们今年还有几天时间，也着重处理福州市的事件。当然，也许考出来一题都没有，没奇怪啊。这东西我们作为你们来说，听一听，心里面一个安慰人。老师也觉得有些时候不大放心，多讲一点，最起码心里面有一些安慰啊。无非可能就这个作用啊。但不管怎么样，每一届都这样过去的，不管有用没用，你这段时间必须到位。离高考还剩十天，今天做语文考卷居然错了六个，人家才错两个或者三个，而我呢 why？ 我分析，我还是未尽心。为什么要怕？为什么要杞人忧天？该抓紧时就抓紧，坚持啊。老早他就会的，然后再问一下应该怎么想，他脑袋里面想的太多东西，塞得太满了。我说你不要读了，他又要已经很简单，你没有拿来读，想得很复杂。你家境啊，我的七七八八，这些东西更不要去想，你要应该更要想到穷人的孩子，可能老天更会关爱你。你高考只剩三天，还剩三天。今天我碰到了班主任，我很内疚，我知道他对我很关心，但我却很不争气。他再次提醒我要放松啊，扎燕，闭上双眼，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前冲吧，向前冲吧。我决定了，我要做一只勇敢的海燕，不管是暴风雨有多么猛烈，我仍会而且一定会继续坚定信念，勇往直前，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如今我们渐渐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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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想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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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开吗？风吹送散落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一举成名天下知啊，马上就要天下知了啊。不要把高考看得太重大啊，天无绝人之路啊，不管结果如何都好，你可以知道晚上的饭照样吃，明天的太阳还会照样升起。你只要把这个高考当作你人生过程里面必须走的一步，既然要走，那就没什么，比如结婚生孩子，
具体的要怎么应对。比如第一种情况是平时成绩比较好，而且自信心又很强的人，那这种人我觉得今天晚上还有明天后天要一种什么心态呢？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就一定要有一种高昂的斗志，有一种非常充足的信心，用两个词，那就是志在必得，舍我其谁。我考不上还有谁考得上，是吧？我不能上北大，你上北大笑死了。第二种容易紧张的人，自信心比较不强，自卑的人，我劝你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我的一句话，吉人自有天相。赌博大家都清楚，输赢各占50%的概率，是吧？啊，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有记住，要有三个字，头脑里面豁出去了，豁出去了，没什么好讲的。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相信绝对你不会紧张，没什么好紧张的了。啊，我以前很欣赏一句名言，他说：“失望记我，我还记什么？”喂，我觉得太有道理了。失望都怕我，你说我还怕什么？啊，顺利成功，谢谢。他们让他睡觉，让他们睡吧。那几个都心理素质都非常非常好的。祝你成功，先祝你成功。谢谢。可是我现在真的很紧张。你干嘛紧张？我不懂，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我也不懂怎么搞了，我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紧张？可是，即使你那进考场前还很紧张，你进去了以后，你肯定你那个题目放下来以后，看到一些题目不是很难，一下子做起来，你肯定忘了。如果第一科过了，那接下去下午的课根本不会紧张了，因为上午已经经历一场了。可是我觉得我心跳会加快。心里的心跳加快，紧张的话心跳怎么不会加快啊？你记住我的话，乍紧张的话，到了考场以后会做的题目还是会做，就这样，不会影响的。嗯，你不然你考语文考完以后你可以骂我，啊？早上好。早上好。祝你们成功。嗯，谢谢。祝你们好运。好好个屁好，现在怎么样？还紧张啊？不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了。不要这样，谢意。我不紧张了。自信，祝你成功。谢谢。一定会成功。老师，问你个事情。嗯。我奶奶帮我那个拿一个护肩符，可以带进去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带到什么地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到门口。他的车在上面下，他没掉，回了掉头，下面掉头。就我没有下去，下去吧。其实有一点十分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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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啊，阿静啊，我这边讲一下啊。这个一个是不管昨晚睡眠质量如何，我们都将也必将打开胜利之门。我昨晚就没睡好，两点左右睡着，五点就醒，但我现在精神很好，感觉很好，因为我对我们七八语文歌的成功应该是信手拈来，水到渠成的事。叫他们近一点，听一下啊，尽可能把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第四，如果出现新平行或事件结构分值的变化，不必惊慌失措，因为这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每分必争，绝不错过。第五，在开考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真心的为大家祈祷的。朋友们，钟声即将敲响，七班人已经整装大发，我愿我的将士们以百倍的信心、无坚不摧的勇气、坚定的意志、顽强的作风及攻城拔寨。我期待我的部队的卡衔，胜利一定属于你们。我叫一二三，大家一起叫旗开得胜，一二三，旗开得胜。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没办法站了。我觉得你怎么紧张都好，你进去了以后会做的还是会做，绝对会做。你放心，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能退怯，懂不懂？我们只能走下去。啊，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相信我的会进是好样的。还有个人，你就考好了。把果然考得更好啊！果然考得更好，放心。真的，我跟你说。啊，我昨天说的那个人的奇迹，可能就是发生在你身上。去吧。不会，要信心。佳燕，沉着冷静，啊。没感觉了，现在。没感觉就好，没感觉就是一种感觉，啊。来，你进去啊！我你让你相信，会做的人绝对会做的。走开点，自信一点啊！自信一点。你非常自信的人啊，自信到底，就要自信到底，啊！自信到底啊！去吧。歌呢就是个亲密表，对，第二天就更明显了。第二天，不写歌就亲密表的呢，他脸上就写出来了。语文安排到第一科考试很科学的啊，我觉得很科学。稳定军心。他考完以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考得怎么样，没有几个人知道。即使都写了，成绩不怎么样的人，他都觉得还考得不错。反正做得很满了。只有高考成绩出来才，哎，我怎么会这一点分数啊？可以啊，小李行。
您问一点事情，我想请教你。走，你去干嘛？喂。垃圾。你好好玩。喂，还有三个泡泡了。你眼睛刚刚还亮，俺们已经下来咖啡的洗脸了。不怕不怕，要么懒点洗澡。我做文学到一半的时候，不是我看错时间了吗？我以为是还有四十五分钟，其实还有十五分钟，那就很紧张，手就一直抖，就控制不住，什么深呼吸什么都没动，骗人的。你是必然是一单，这样子你尿不憋？小心啊！哎，是吗？是啊。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已经过关斩将，现在开始发起总攻的时候了。冲锋号已经吹响，我期待大家的卡钳，祝我们的每一位同学都能马到成功。一二三，叫大功告成。一二三。解放了，解放了！整个你们家欢迎啊！快给我去拿啊，拿篮子去。好，考完就好了，考完了，考完了，终于结束了，终于结束了。跟老师全部一样，很复杂，又很舍不得，又想着，反正自己的生活就高三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刚刚还有十五分钟的时候，他抱着手，我就在想，还有十五分钟了。没有，我还怕十分钟，我还在写作，我已经写完了，我做得很棒，我先感觉哦。跟他说呀，为什么？你不要哭，不要哭了，考都考完了，怎么会那么差呢？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据了解，今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475万人，其中本科二次。我国77年恢复高考以来参加考试人数最多的。全国高校计划招生是475万人，其中本科230万人。今年报名人数总计是867万，比去年增加144万人。其中，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是591万名，占报名总数的60%。又是一年高考时，又是一波年轻的学子在这一时刻经历的人生方向的。由于各省市自治区高考部分科目设置的不同，今年高考时间分别为2天、2天半和3天半不等。7号全国统一开考，最迟的10号结束。教育部今天再次强调，考试期间要严格管理考场，重点查处代考、替考和利用手机等各种通讯设备作弊。高考完了以后，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考得不太好，然后她说老婆呀，那么就在电器妈妈妈笑得很好找声音，那么阿哥哥其实她就知道怕我会出什么事情来憋在心里面，说不要那么内疚，她说你已经很对得起妈妈了。然后我开玩笑的，我说我不会去自杀的，考得不好。然后她就突然讲，她说她挺重的，下面
啊，同学们，大家好。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王，伤痕王，您锦村锦绣前程的锦，村春天的村。根据学校的安排，我有幸担任你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将陪你们走过一段日后会证明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一段征程。此时此刻，面对大家的一双双渴望长大、期盼真知的眼睛，我想起了汪国真的一首诗，在此我想把它转送给大家，以此共勉。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一切的未来都孕育着明天，明天的一切都产生于它的昨天。让我们携起手来，珍惜昨天，把握今天，共同走向美好的明天。那下面呢，我们来点个名，希望我点到名的同学站起来一下，算是我们认识认识啊。钟丽玲、李岩、陈嘉良、徐美婷、艾小丹、王云鹏、蓝一丹、谢一平、钟叶婷、蔡倩莹、潘丽英。